铁妞，我要去教室了，就不陪你了。好，铁妞，你这都看不出来吗？嗯，咋呀？这明摆着就是不想和你玩。怎么会？大家对我可好了。之前是对你好，现在是对你爱搭不理。好像是哦，大家最近都不怎么和我玩了。所以啊，以后你还是离大家远一点比较好。真是奇怪，黄老师怎么知道我没写作业的？这还用想，肯定是大丫告的状呗。除了是他，还能有谁这么坏啊？我不懂你干嘛呀？谁让你背后告状说我坏话，看我不揍扁你。我咋了呀？我没有怎么把我说的话话。就是你还不承认，我再也不想和你玩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铁妞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吧。谁要和你一起去？像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朋友。怎么铁妞也对我这样啊？铁妞做的太对了，就该离这样的人远一点。哎，刚才忘记把铁妞最喜欢的书给他了。你可知道他在教室里还说你睡觉打呼噜，一点女生的样子没有。他还说，我就说这两天怎么怪怪的，原来是你在背后说我坏话。铁妞，这两天我去帮你找你最爱看的书了，并不是像小梅说的那样，她才是在背后说坏话的人。小梅，你这样挑拨离间人家真可恶，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。这还没完呢，你现在就是向蘑菇头道歉，不然我就再添几笔给你画成猪头。别别别，我去就是了。蘑菇头，你没写作业的事不是大丫告的状、啊嗯、那黄老师怎么知道的？像你这么傻乎乎的人，让你写你也不会写，哪里需要别人告状、啊、小梅，你居然说我傻，看我不揍扁你。哎呀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，你们真的好惨啊。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小梅呢？雨停了，天上。小梅同学读的不错，上来领读一下，顺便监督一下进度、哦、好的老师。天上有一座美丽的桥，你把那大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领读你就睡觉。小梅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太困了。小梅，大家是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、我要记名字了。班长，你昨晚熬夜了吗？昨天晚上熬夜看书来着。嗯，大丫，我不是故意要记你名字的。你也知道的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吗？是的，我知道。喝这个吧，提神的。咖啡会不会很苦啊？不会的。大丫，你该不会连咖啡都没喝过吧？没喝过，泡着给我也来点。浩哲，我也要喝，谢谢。好苦啊！这简直像我奶奶中药一样难喝。大爷，不会喝就别逞能了，这咖啡多香啊，别浪费了。小梅你好厉害啊，每天都要喝一杯加浓美式呢，这点程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不算什么，我都喝习惯了，一口喝完都没问题。快给我表演一下。班长，你把杯子给我。嗯，真的不苦了耶。哲，给人家也加点奶吗？不是说不苦吗？奶都给我加完了，你还是快点喝点加浓美式吧。是啊，小梅你快喝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你们说小梅是真的喜欢喝咖啡吗？啊，这是什么 AI 智能干什么的？你好，我是 AI 智能，可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。真有这么神奇？ AI 智能一加一等于几？二，请不要问我这么弱智的问题。哟，那我问你个男的，五加五等于几？十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九。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难了，确实以你的智商难以理解。你算了，不和你计较，明天有个考试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都能答上来？当然，但是作弊是不对的。这你别管，你只要告诉我答案就行了。考试了，大家都自觉点，不要在下面做小动作。AI 智能，八加三等于几？十。蘑菇头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考试期间不要说话。AI， 你小声点。最后一题，三加二等于几？六。我咋记得三加二等于五呢？算了，不管了。AI 一定是对的、考试时间到，把试卷都交上来吧。嘿嘿，这次我一定有个好成绩。你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切，我可是有 AI 智能、可以帮我解决一切问题。
这不是我爸爸研发的产品吗？在你这儿。什么？这是你爸爸研发的？好厉害呀，浩辰。但是他是个失败者，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回答错误答案。什么？那我考试的时候他告诉我的答案？是的，都是错误的。完了，这次考试又是零分了。啊啾！班长，用这个吧。谢谢你，浩辰同学，你真细心。啊去！拿去用。蘑菇豆，你差点砸到我了！哇，浩辰，你这笔在哪买的？好酷啊！应该停产了，是限量版。哦。嗯。哦。老板，我用了。嗯，你怎么有浩辰一样的笔？你偷的吧？这可是我自己买的。我来看看。蘑菇头，你这一看就是假的。浩辰的是金的，你的是塑料笔壳。怎么可能？这支笔花了我3块呢。我这支3万，给你们带了巧克力。我也带了巧克力。浩辰同学，你的笔怎么老是模仿你啊？你有什么他就要有什么。浩辰，你喝的都是瓶装水耶。我喝过别的。咦，哟，蘑菇头，你也喝瓶装水呀？哎，昨天浩辰同学喝的有颜色，你这怎么看起来和白开水一样啊？啊，你不会捡浩辰瓶装自来水喝吧？蘑菇头，那你也别在垃圾桶捡我喝过了，那多不卫生。蘑菇头，小孩子喝自来水会拉肚子的。咦，好恶心啊。哎呀，熊妹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班也有这种学生精吗？哦啊、有没人看见？这钱就是我的了。冬梅姨，这个还有这个。小梅，今天零花钱很富裕吗？啥、啊？冬梅姨，昨天你给我的100块钱丢了，怎么办呀？啊？你想想丢哪了？我记得昨天在教室的时候还在我口袋里呢。小梅，你有看见吗？我没拿。小梅，大家也没说是你拿了呀。哼，反正我没看见。小梅这是怎么了呀？不对，我总觉得小梅知道些什么。这样不行，不能让大家知道这钱是我拿的，一定不能。小梅，我说了我没拿。小梅，我还啥都没说呢。我是说你昨天钱不是我拿的。对啊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的100块钱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？不可能啊。啊，你看我这不是找到了、我昨天明明看见了钱从你口袋里掉出来了，这钱怎么又变出来了？小梅，果然是你。我要去告诉王老师。那样我一定会把钱还